刚刚八二说三次啊，一个有三十只啊，这是第一次。是挑最好的那一次，还是三十只？对对对，加起来最好的那一次。左撇。哦。哦，厉害！之前你不是说不能笑人家？没有笑人家，我是想到很开心的事情才能笑。你变节。他是想到他不是两百块的事情。哦。哇。跟你一样哎。有没有人超过三百分的？没有，快了。那瑶瑶最高啊！那你知道三次加起来总分谁最高，还是哪一次？对呀，三次啊，下一个加起来谁最高？还有三次挑一次。是，打先。二十五。我没有打下来。轮到泡泡一百，一百五，两百。没有，两百七十五。我先做。三百。为什么我这三百三十五？哦，你看第二次。五十。哦，一百。不会。哦，好，也要用力耶，你没有，哎、欸，那个就零分了呢。没有，要为了要顾到那只其他的，用力的把它刺上去。五十，张明，王一文。耶。再过去一点，那颁奖开始啊！第五名的，好，来出来领奖，耶！有几万块啊！第四名的王一文，耶！三百万，恭喜！啊，第三名的，哦，六百万，你。林子倩，爸爸，我来，不要握手，恭喜，逃离现场，八百万，八百万，第一名的，来个的，一亿，哦，结果哈，大家都还有希望的，十一亿。现金第一名的900，100块钱的大乐透。